我们一般在做镭切的绘图设计的时候，经常都会使用外面的其他的绘图的软体啊，因为镭切它内建的 RDWorks 的绘图能力是蛮差的哈，所以我们一般会选用外面的自由软体 Inkscape 作为这个绘图设计的处理。那这个软体，在网络上就可以直接搜寻得到。那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把Chrome 浏览器打开，直接 Google Inkscape，然后进到它的首页，这边就直接可以 download。好，那 download 之后呢，你要选 Windows。根据你的那个作业系统来选择版本，然后一般我们现在大概都是64位元啊。好，那这是安装版，或者是这都可以哈，都可以。那我们直接选安装版，好，然后就会下载到你的电脑，那你只要自行把它打开安装即可。好，这是安装的部分。好，那么在图片的使用上面，如果你是直接引用外面的图片，就是你能找到的图片，一般我们都是在 Google 上面做下载，在 Google 上做直接做图片的搜寻，那也可以到各类的图库网站去下载，那我们来讲一下 Google 的图片搜寻，一样把 Chrome 浏览器打开，然后可以直接直接用关键字，直接使用关键字，比如说，如果我想找宝可梦，那你就要把那个关键字，拼出来。OK，那找到之后。搜寻之后呢，在图片的选项，我们使用图片搜寻，所以请你点一下图片，这边就会出现很多宝可梦的图片，所以找图其实很简单哈。那再来就是因为我们要用的镭切的图呢，大部分是属于这个剪影图或者是线条图或者是类似插画的图片，所以我们在工具这边可以进一步的选择哈。点了工具之后，在这边有一个类型，类型我们看一下哈，插画，那这个是属于插画，就是一般的类似卡通的图，然后颜色色彩很鲜明，没有渐层的这一种叫做插画图。那这个在镭切里面是比较容易可以使用的，那包括线条艺术画。黑白的或是剪影，这都是属于黑白图哈。这种图在镭切上面刻起来，如果把它处理成向量图，刻起来就会很漂亮。大概会是这几种图片。那另外就是，你也可以在你的关键字的前面加剪影两个字。好，那这个叫做剪影图哈。这叫剪影图。那剪影图一般。像剪影图啊、插画这个，它在转成向量图的时候，就会很容易使用。那我们一般在镭切里面是比较不使用照片的哈，因为照片切起来会不好看。好，那么再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要注意的地方是你的使用权限哈，因为这图不是自己的。那既然图不是自己的话，请你在使用权限这边，看一下哦，我们呢就要去选择，它是可以，就是它如果不限使用权，就是你图都可以拿来用，就作品使用上就不会有问题。那像这个标示为允许再利用，就是你可以再做修改的意思，那像这个有。允许以非商业用途再利用，那也就是说，你可以修改教育用途，OK，但是你不能拿去做商业用途
不能拿去卖东西哈，所以这个授权的部分也要稍微看一下。然后教育部呢，如果你比较，教育部其实它有一个CC图库的收集哈，CC图库，所以你可以在这边 Google 一下，好，然后在全部的网站这边有一个教育部创用CC图库。从这里点进来也可以找到一堆 CC 图库的网站，这个 CC 的意思就是公众授权的意思了，所以也可以在里面去做下载。那你在搜寻图案的过程中，搜寻图案的过程中，比如说在这个网站里面，那我们常常会用到因为大部分是国外的网站，所以我们常常会用到英文搜寻，比如说在这里这边打中文应该就会搜不到啊。比如说你搜寻 Apple， 这边有一些跟 Apple 字眼有关系的。好，那所以如果你不知道那个英文，就会比较难找得到。所以一般我们都会再搭配 Google 的翻译。所以你把翻译找出来 ，Google 翻译的网页，然后。左边中文右边英文切换一下，在这里直接输入，比如说假设你想要找花，这边就会出现英文，对不对？直接复制回到网站贴上就可以做搜寻，所以在使用上应该是没有还蛮方便的。这个是搜寻图片的方法。我们现在来看看雷切的素材，雷切图片的素材怎么样去把它转成向量图。那如果你是一般的照片的话，我们比较不建议，因为照片是直接在那个 RDWorks 雷切软体里面做位图的处理，那这样处理出来的照片一般来讲比较不会那么美观，雷切出来比较不会美观。那所以我们一般都是找一般的插画图或者卡通图或者是黑白的剪影图，然后透过 Inkscape 来做描绘点阵图的动作，把它变成向量图。那如果你是自己画的那最好，如果你是自己画的呢，我们通常就是自己画完之后简单的绘画，再编辑它的节点，就可以把图画得很漂亮， 不太需要专业的技巧。然后另外，如果你担心自己画不好，其实你也可以先套一个图片在底下，然后你去描着画，然后再来编辑节点，这也是一个方法。那当然，如果你可以找到相对应的 SVG 向量图，那它也可以做简单的编辑来取用，大概会是这几种常用的方法。我们先来讲一下 RDWorks 里面的位图处理，所以如果你是一般照片会用这种方式来做处理。好，那我们先把 RDWorks 打开，然后在文件这里导入照片，就是汇入的意思。好，那我们去找到我们的照片放进来，那放进来之后它会变黑白，这是正常的，因为雷雕它没有彩色，它就是黑白。好，然后呢在这样子直接去雕的话通常会比较丑一点，所以我们通常会在处理这里有一个位图处理，位图处理，那你把它点了之后它会问你说要不要用这个工具去产生图片，那我们不要用那个工具，直接按否。好，按了否之后呢，这边在下面的地方这里有一个处理，那一般我们都会把它弄成闪点图，所以你点选闪点图之后你可以应用到预览，就是先看一下效果，看一下效果。所以雷雕实际上它在打图片的时候打照片它是用这种方式，所以你真的去试试看，这个效果其实真的不会很漂亮，所以其实我个人是不建议用照片，不建议用照片。那你的亮度可以在这边做，亮度跟对比可以在这边做调整，然后再
套预览看一下结果。啊，如果满意的话，满意的话再直接套用按确定就好。好，那到时候这个图片雕就会用你刚刚设定的方式去做雕刻，就用刚刚设定的方式做雕刻。但是实际上的深浅还是会跟你设定的这里的扫描的参数是有关系的，跟这个功率跟速度是有关系的。这个是属于照片在怎么做雷切的部分，那会先经过绘图处理。